枝头上一朵朵樱花绽放，又到了樱花染红武林农场的季节。一年一度武林樱花季将在2月8号开跑，将持续22天到228连假。疏运比照往年规划4大疏运管制，包含每天进场人数6000人、道路交通管制、团客预约入场、公共运输接驳等措施。赏樱专车车票也将在周3开抢。就怕国道高速公路在春节变大型停车场。春节1月23号小年夜开始，一直到1月29号大年初五，7天国道采单一费率，取消20公里免费里程优惠，凌晨0点到5点全线免收费。不过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，单一费率有在打8折，希望可以将车辆分流。高工局也提供较不塞车时段，1月23号小年夜到初二南下，在下午1点后上路比较不塞；27号大年初3到初5北上可以多利用10点前上路，可避开车潮。春节车多，驾驶也要多点耐心。国道交流道的电眼除了原本的9支，现在已增设3支，包含国道1号南向新竹交流道、国道2号东向南桃园交流道，以及国道3号南向大溪交流道，陆续还有7支会启用。千万不要在下交流道前插队，最高可以开罚6000块，别和自己的荷包过不去。